没有 preview，直接切入正题。Hello，大家早上好！经过了五天的休整，我们又启程出发了。这回我们是自驾去到希腊的第二大城市塞萨罗尼基，去玩一个星期，其中还包括去到附近的一座山庄里面，可以避暑。塞萨罗尼基的民宿了，简单来一个 room tour。这是一个厨房，然后这是客厅，这边有两个单人床，然后这边是一个双人床，然后从阳台出去能看见一片古迹，是这样的，很像一个空地的装修的感觉，还可以吧。我们现在到了亚里士多德广场，刚才一直在找餐厅，找一家关一家，找一家关一家，真的服了。今天是第二天，我们本来今天早上想要去一个薰衣草的一片，看照片挺好看的一片地方，但是他们的这个薰衣草的花期已经过了，所以就没有看成。但是这个周围的景色也不错，是那种田园风光。我的承诺可以全都兑现，叫你在我的爱都不会变，表情白我给你的都给没显摆，你也对白。我们这走了一个不知名的野路，然后这一块都是葡萄。 OK 朋友们，我们现在走了一个怎么感觉到河沟里面了，我妈去考察了一下，这大泥巴路，笑死了。再来逛商场，这有一个像地铁站一样的标。从商场里面出来。 Hello 大家早上好，今天呢安排的是一趟文化之旅，我们要去几个教堂还有几个博物馆。在上飘啊飘，和你漫游，没有日期限定。塞萨洛尼基的考古博物馆。在路上有了鬼，搜索我可不可以，梦里我想的事情全都有关于你，我的回忆。你在街角留下美丽碎片，让我热烈的爱浮出水面。我的承诺可以全都兑现，叫你在我的爱都不会变。别当起爱，我给你的都给没显摆，你的对白我都想猜。Do much love 点不你空白，爱就像流星划破了半边的天际。Baby 我想你，你在那阳光的海滩，那留下了记忆，让我找到你。我把你看到了天空的留下痕迹。我们一会儿要上去喝一杯咖啡。这是一个旋转咖啡厅，它据说它一个小时内可以旋转360度。希腊夏天其实不怎么下雨的，今天刚才还下了一会儿雨，挺难得的，雨后的晴天。现在在海边的一个港口溜达，这条路很宽敞，
等到晚上的时候人会非常的多，有很多的小摊儿，会非常的热闹。这个船的票就是得上去买一杯他们的喝的。的早晨就来了一碗冰淇淋。咖啡厅，喝一点东西。刚才回来的路上路过了一家饰品店，但是呢他们都是 made in China， 然后其中的最高价格也只有在5欧，然后我在一家店里面买了20欧的饰品给大家看一眼。首先一条我很喜欢的项链，价值3欧，蓝色蝴蝶。我一共买了4条项链，都是3欧，还有一个红色的四叶草吧，然后这个是上面有一个粉色的钻石还是水晶，当然假的了啊，就是一个很喜欢的颜色，还有是一个玫瑰金的，上面有一些钻石，对，然后还买了几个廉价戒指，他们都是1欧到2欧不等的戒指，一共20欧吧，然后呢他还送了一块手表，当然不是什么好表哈，就挺好玩的，看这个表盘就一看就是 made in China， 这些一公斤都是微信上面的吧，反正挺好玩的一家店，虽然他们都很便宜，但是都很精致也很好看，很符合我的少女心。现在我们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叫 Volos， 也是一个海滨城市。上山了，给大家看一眼这个导航。OK， 我们一会儿山上见。我们终于到我们的民宿了，给来一个 room tour 厕所，刚才我们跋山涉水终于到了，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view， 虽然是阴天但是烟雾缭绕的还是挺很好看的。看看这俩猫，你说他们能舒服吗？这么待着，不怕掉下去。
点了一杯 Mountain Tea 浅尝一下。这是一个奶昔。这个是我们家庭民宿的准备的早饭。早上好。那后面就是美景，看看这狗懒的。うまくいかない言葉かりでうなだれる夏の空の下どうにかなれとささやいた輝いたんだ最高調査届け。我点了一个冰淇淋，然后这还有一杯香草 milkshake。 遇见几只好小的猫，萌化了，好可爱。今天回雅典，先来一杯奶茶和 high tea。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一路买的冰箱贴，这个就是 Miki 的这个路过的城市，这个就是这个小山村的，还有一个希腊当地特色的一个卷饼，就是我们冰箱贴。我很喜欢收集冰箱贴。